闽南话，咸酸苦淡，应该怎样讲？怎样写？咸酸苦淡，示意泛指咸味、酸味、苦味、淡味等各种不同的滋味，用以比喻人生的甜美、酸楚、痛苦、顺遂、艰困等各种体验。正是有酸甜苦辣，才能体会人生的滋味。请支持我，点击 subscribe， 然后再单击小铃铛，也不要忘了转发给您的朋友圈。谢谢，请点击下面，观看同一系列的影片。